我依家咧俾人哋拘捕咗，准备翻去呢一个深水埗警署 CID 咧第五队拘捕我嘅，咁样样就 CID 第十队咧去调查嘅。咁大家有睇紧 live 啊嘛，系咪啊？可以望望，可以望望个 live 啊。OK。喂，唔好再，头先俾咗第二次警告你啦，喺15分嘅时间。我开 live 唔系影相。而家你唔可以用任何嘅录影器材。系，跟住。我系16338。系。驻守喺深水埗第五队嘅。系。咁而家咧，麻烦你熄咗你个录影手机去。系。即刻，唔该。OK。系咯，白。Okay. 麻煩你啦，我已經俾咗第一次警告你了。係。如果我而家再第三次俾警告你，麻煩呢位先生，你而家係被警方拘捕，同埋而家拘留下嘅啦。係。喺拘留期間咧，就唔可以進行任何拍攝同錄影嘅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我一陣間可唔可以揾到律師啊？可以，冇問題，絕對可以。OK。麻煩你熄咗佢。OK， 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可以做任何拍攝錄影嘅。依家冇事冇放，冇傷痕。記住啊，冇事冇放，冇傷痕。個袋咧仲有啲錢嘅，係啦，咁大家幫我去做個證明啊 ，thank you， 好，好，唔該曬你先，拜拜，好，係，講多次啱啱嗰個條例啊，嗱，我係姓陳嘅，出咗要 CID 第五隊嘅沙子嘅，係啦，我職員編號574排，阿先生，我而家咧就王正義先生，嗱，因為咧而家你係被警方拘捕咗嘅啦，所以麻煩你。麻煩你熄咗你嘅機，唔好作任何嘅錄影。如果稍後你需要再聯絡律師，我哋會俾你嘅。如果你唔根據警方嘅指示熄咗你嘅機，繼續錄影嘅話咧，守則咧你有可能咧有機會會咧被檢控多一條咧，阻礙警察執行職務嘅，得明白啊？明白，但係我錄自己咯，我錄自己唔錄你。我話俾你聽啦，你已經被警方拘留。